神秘的人先别问，先伪装安分，爱试探的眼神正泄露着几番心机，也许要等万种可能，一直认这一个身份，千丝万缕的线索勾起了那不宁的心神，读心人读者全读者梦读者魂，我们已构成第一人称，背过身猜的文猜的准猜的很，猜猜我是谁游戏的分，读心人读了全读了梦读了魂，想问究竟谁最终获胜，不知又怎么变人，谁是我们。这一次我们的目标人物是纪成川，是他。又是你，不想被发现就别动。真是冤家路窄啊！现在就搞。先帮我准备一条假的项链，既然做戏就要做全套。好。玲玲，凭什么我住小单间，你给浩浩安排这么大的别墅？他现在可是纪成川，成天集团未来的董事长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啊，我是他花重金从海外请来的技术顾问，我不是得一个大别墅吗？学长，项链在十几年前的那场火灾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浩浩，今天你这戏演得真挺到位的，明明项链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居然就说在自己脖子上。我做了一个摸脖子的动作。哦，我懂了，心理暗示是吧？可以啊。你学长，你小的时候在宇宙岛和纪成川有过接触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对项链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没有，我只和他待了几个小时，时间太短了。浩浩，虽然你没有项链，但是本顾问呢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三种套餐，保准你当上总经理，顺利进入成天集团。一，保守型，最低风险，绝对不会出错，但是需要一年的时间。二，稳健型，需要三个月。别急啊，这不还有最后一个方案吗？激进型，高风险高回报，只需要三天时间，但是我们三个有可能会去上铁窗泪，那就是瞒天过海制作一个假项链。江南轩，我们只有七天的时间了，现在一点新的线索都没有，你还在这添乱。那你说怎么办吧？学长，这新的照片有什么问题吗？十五年前那天，我不过是去林家玩，可大伙却要了林叔、纪成川，还有我父亲秦明的命，而我因为藏在柜子里躲过一劫。爆炸的巨大冲击让我的记忆变得模糊，但我手中还紧紧攥着一枚成天集团定制的袖扣。十五年前的事件已经定性为意外事故，如今我借用纪成川的身份进入成天，并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查出那枚袖扣的主人。如果查出那场事故并不是意外，我就必须搜集到足够的证据，让警方重新立案，揭开尘封十五年的死亡真相。
这是我送给新朋友的礼物。要不是我刚才整理照片，我都没有发现。你为什么把妈妈给你的项链送给他了？这是我送给新朋友的礼物。妈妈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这个项链非常的重要，你怎么能够随便送给一个刚认识的小朋友呢？我打电话给他妈妈，让他妈妈把项链送过来。你送给我了，我就能送给别人？妈妈跟你说过，这个项链非常的重要，不能随便送给人。去宇宙岛找海之梦照相馆，那里可能会有项链的线索。完成了一个任务。都十几年了，您这一觉睡得也太久了，快醒吧。你一会儿我们两个都荡在空中，我看你眼睛还能往哪儿看。怎么样，我这想法绝吧？喂喂，叫你们两个来干什么呢？哎呀，马上就好，今天是我们调教第一个电子卡封面。哎呀，别说话了，我这速通了，这还有十秒钟就破纪录了。50万你们两个还要不要？认真点儿！一、二、三！啊！我好害怕。救我！别怕，有我在。才是命运的对视。又是你？认出我了吗？认出你命中注定的真爱了吗？很好，就是这个 timing。 嗯，是我。小姐，这个绳子很安全的，你可以下来了。能放手了吗？啊
怎么样，可靠谱吧？根据记录，那段时间林叔在海之梦照相馆冲洗的所有照片都在这儿了。如果有线索，功劳可都是我的，功劳可都是我的，功劳可都是我的。还有吗？这几张底片因为严重受潮，已经不能再冲洗了。这些照片里没有你要找的那张吗？没有。这就是你说的靠谱？还剩五天就要签署文件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找到那个女孩。我记得照片上她大概是7到10岁的样子。尽快把宇宙岛符合条件的女孩筛查一遍。好的，学长。姐啊，你折腾够了没有？能不能安静点儿？眼看总经理的位置就要到我儿子手里了，这半路杀出个大儿子，这不是摆明回来争家产的吗？舅舅，那当年的事儿不是你处理完了吗？那季承川没死，你不知道啊？是大人说话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拿小安出什么气？而且他说的没错。姐啊，当年的丧事草草了结，那也是姐夫的意思啊。再说了，我看着死了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，我自然就当成林叔那娘俩了呀。谁会想到这现场又多了一个孩子？如果季承川真的把项链拿出来，那总经理的位置就归他了。还有小安什么事儿呢？我辛辛苦苦伺候季红林这么多年，不就是希望有一天小安能够继承集团吗？姐，你先沉住气，你这跟我急，这项链也不会到我们手上啊。哎，舅舅，我有个……闭嘴！没几天了，如果季承川真的把项链拿出来，那以后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这不还有几天吗？你放心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姐，你看啊，这个档口，这大儿子突然杀回来，张口闭口的就要接任总经理，这不摆明了跟姐夫对着干吗？你觉得姐夫还能容他多久？这多大点事儿，你至于这么麻烦？瞧好。找我来什么事？500万买了你的项链。你知道成天总经理的年薪值几个500万？要你这500万，这么？季承川，你要识相的话，你就拿钱走人，要不然。他是不是有青光眼啊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他没有青光眼，他肯定有斜视，反正他有问题。等等，有问题的人是不是你啊？啊？难道是你的电眼魅力没了？是骡子是马，咱们拉出来溜溜。耶、yeah, 嗯！要眼去。哎，行，回来。
你干嘛去？干嘛呀？洗个菜啊，喝成这样。再说了，你们知道这什么地儿吗？上次我们在这儿发生的事你都忘了？季承川就在里面，你说你们俩这是怎么进去啊？这哎，哎呀，上！你别管！哎，你说你，哎，小哥哥，一起进去啊！好啊，我们进去。我真是……哎，你过来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柔道三段，空巢五段，钢琴十级啊！啊！既然我的超级电眼没有失效，季承川，你又主动送上门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过来，哎，你过来，你不过来，我过去。走，你要干嘛？季承川，你先走的。飞，别动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要是能撑过三秒，我就给你跪下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什么都别说，看我。三秒到了，不可能啊！屡次三番别有用心的接近我，什么目的？什么目的啊？我不吃这一套，省不省？站住！嗨，男神，能喝一杯吗？男神，请叫我天神。目的？这招对我不好使。嗯。你干嘛呢？朗朗。放开我的阿弗洛狄特！没想到啊，最近风头大盛的季承川原来是这种货色啊！你哪位？我哪位？我就是全球最美一百张面孔亚洲区第一名 ，Vogue 年度最美腹肌男士，吉尼斯世界纪录女性迷恋亚裔男性纪录保持者。也是这家俱乐部的老板盛思林。盛老板，结果我
我让你走了吗？站住！你让谁站住呢？你都多久没去上班了？真想让我把你揪回去啊！季承川，久仰大名，舍弟生司令不懂事，多有冒犯，还请原谅。盛总客气了。哥，他刚才说。到我办公室来说。忍者到了吗？哈哈，十五年，况且当时那小女孩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简直就是大海捞针，哪有那么快？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无论如何这几天必须把那个女孩挖出来，否则时间一到，我们的计划就都落空了。好的。哎，我又有一个好主意。别动！要是能撑过三秒，我就给你跪下。三秒到了。我昨天晚上发挥的太差了，能不能独挡重来啊？不对呀，为什么季承川看到我没反应呢？我跟别人对视明明没问题啊。哦，瑶瑶，瑶瑶瑶，你快看，干不干？寻找儿时的他。干，必须干。你好，对，是我们。要报名是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嗯，具体的时间我们到时候具体通知您。不麻烦。给我个解释。不是你说无论如何都要把人挖出来的吗？那你说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跟你们说没有，这是最简单直接的。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挤破头来报名。既然我们找不到他，不如换个角度，让他来找我们。没问题。那你干嘛用这张照片啊？帅。多亏了雇主提供的资料和我这庞大的信息网，才能收集到这么珍贵的信息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没有搞到他小时候的照片。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根据我从季家老宅保姆张阿姨那里挖到的情报，季承川十岁之前一直在本市生活，后因父母离婚和母亲去了一个地方散心。你们猜猜，是哪里？当当当当，怎么样？有没有黑眼书？没错。这就是我们瑶瑶的老家，宇宙岛。不过幸好他只在岛上待了十天，连那个小青梅的名字都不知道。后面呢，就跟母亲去了国外，前段时间刚刚回国。怎么样，重点都记住了吗？嗯，很好。现在就是你突出重围，扮演儿时的他，一举拿下季承川的决胜之刻。
怎么样，报名者是不是很踊跃？那边那位女性年纪看起来跟我奶奶差不多大，还有那个小妹妹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在上学。江特助，你觉得他们有可能是季承川儿时的好友吗？哎呀，投资总会有风险的嘛。怎么又是他？谁啊？没什么，一个碰瓷的。开始。好。各位，接下来是笔试环节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这演天才枪手呢。沈双双，你可以呀，押题王。时间到。学长，名单已经筛查过了，里面是符合我们需要的人选，尤其是那个女孩，叫宋瑶，她是目前最符合我们的。把她划掉。下面我来宣布一下通过的名单：王丽、张小婉、张楚楚、郑芬丽、吴慧、孙乐琴、周千彤、王元熙、刘媛媛。没有念到名字的人可以离开了，谢谢你们。瑶瑶，你确定我给你的秘境你都背下来了？当然了。那怎么回事啊？你好，请问确定没有落下的名字吗？没有。不可能啊。哎，那不是我的名字吗？为什么被划掉了？名单是季承川先生亲自检查过的，他说您不是，您自然就不是。凭什么呀？我题都答对了。小姐，请吧。什么意思？我已经解释过了，请吧。喂，不是，你给我解释清楚啊！我题都答对了，凭什么让我走啊？我真是服了，你们这还讲不讲道理？定了什么规矩啊？哎，行行行行，放开，我自己会走。我只有一个问题。2006年7月28日。我们在海边游玩，你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裙子？季承川，你为什么把我刷掉？今天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宋瑶是吧？嗯。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不清楚吗？季承川，那你又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嗯，反正和你是不一样的人。像你这种渣男，以为自己有点钱就可以随便戏弄别人是吧？姐妹们都醒一
明行吧，千万不要相信他，他就是在戏弄你们玩。那一年的夏天，我们家那里刮了很大的风，去海边傻子才穿裙子呢。哼，很好奇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吧？没想到吧，被你刷掉的我，就是你苦苦寻找的儿时的他。心猜猜你属于哪颗星。